行吧。干啥？你能不能有话好好说？能不能不老用脚蹬我？几点了？8点多了呗。你还玩手机啊？我不玩手机，我干啥？你去我门关上，我要睡觉。灯给我闭他！你干啥？你不说睡觉吗？我让你出去玩手机，我要睡觉。哎呦我的妈！